圣诞节。哦，给你。给你。哦。圣诞派对的装饰差不多都弄好了。哎，你们看这个。哦，是糖果屋耶。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大伙你被压完了。好想坐坐看这种房子哦。那我有一个不错的道具哦。糖果屋建筑机。建筑机。使用这个道具就能做出任何想做的糖果屋了。首先放入各式各样的材料。小麦粉。牛奶。还有牛油。跟砂糖。哦。以及鸡蛋。和可可粉。也加入一点香草香精吧。哇，好香的味道哦。感觉会很好吃哦。再来呢，按下按钮。好了，用这个把手。饼干。真的是巧克力耶。接着用缩小灯变小后来做糖果屋吧。好，话不多说，立刻开始吧。好。嘿，没想到我们家的桌子有这么高哎。我们在这个托盘上面做糖果屋吧。首先呢，需要海绵蛋糕，然后是鲜奶油。再来是饼干，威化饼，马卡龙。起来真的很方便哎。我们在这里做一扇门吧。要用什么做门？关于这个吗？这点小事就交给我吧。做个硬掀背门。这是西点糖果屋哎，我就是喜欢吃鲜贝啊。还要做把钥匙。糖果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。好了，我们进去做内部装潢吧。
笑什么笑？刚刚有老鼠出没耶。那个是小琪琪最喜欢的老鼠玩具啦。就算是玩具也很可怕。我们去外面看一看吧。门打不开耶。哦，对耶，刚刚我上锁了。奇怪，钥匙呢？大熊，你吃的糖果不会是？不行哎，门已经打不开了。我想说，只是稍微尝尝味道，一不小心就……都是你害我们出不去来了。大熊，都是你害的。对不起嘛，我们得想个办法出去才行。不用担心啦，还有我的秘密道具，不见了。那缩小灯呢？在糖果屋外面。我想到了，只要再做一把钥匙不就好了吗？说的也是。奇怪，怎么没动静？我的也是，我的也是，我的也是，很有可能是没电了。怎么会？只好用这招了。预备，我踢。好痛好痛，痛死我了。这扇门的材质很坚硬。对了，我们可以拜托小琪琪按下缩小灯的按钮啊。小琪琪，这里这里，你好乖，快过来这里。对对对，那里那里，你缩小缩小在那里。对，就是那个，按下按钮。我是那个啦，是旁边的。你家的猫根本不可靠吧？看我把房子吃出一个大洞！我也来帮忙，我也来，我也来。不行了，我吃不下了，肚子快炸了。奇怪，天花板正在融化。话说回来，你们不觉得热吗？会不会是因为刚才小琪琪用猫拳打了空调遥控器？不妙，我们得赶快出去。可是该从哪里出去呢？再这样下去，糖果屋会垮的。或许能从烟囱出去。现在好像只剩下我可以进去烟囱里了。抱歉，就拜托你了。交给我吧。怎么这么热啊？35度。糖果屋怎么都融化了？我帮你们放进冰箱里哦。放冰箱？放进冰箱里的话，我们会被冻起来的。爸爸，快住手，别放啊！
来，你也吃啊！吃了。